真的大怀表时代真的要稍微适应一下，就是要适应一下，就是就算有人在你脸上耍白痴，他可能是有非正式调查的。尝尝我鸡翅的愤怒吧。真的不会知道是哪一台的。感觉我回能量有点慢。后面有人呢，他跟着我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他在我旁边呢，我要先杀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有天赋，到时候他下去睡。音频配影魔真的超级强的，真的超级强。是一个女生角色的声音。不是她，她还有一只才对。就是这一只。天平真的超强的。配这只真的超强。哎呦，忘记防 DH 了。哎呦，啊，骗到了。
错了。他在等我来砍他，是不是？嘿，又是非正式调查。他还有个 DH。哎呀，被他那个非正式调查弄了一手啊！忘记了，忘记有这个东西。这东西真的会很容易忘的。真的，大怀表时代真的要稍微适应一下，就是要适应一下，就是就算有人在你脸上耍白痴，他可能是有非正式调查，真的是。这个东西确实要习惯一下。找到好了，你先角色没吃啊，他怎么算站着不动啊？腿抽筋是不是？大跑有这么快啊？那大跑怎么感觉好快啊？哎呦，我又忘记防，那非正式调查吧？我刚看他没动画，懂吗？真的一堆怀表哎，大怀表时代哎。非正式调查真的蛮烦的，如果我有快刀的话他可能就没那么烦，可是我没有。会有尖叫声，尖皮。
哇，他们怎么所有人都在非正式调查啊？故意的是不是啊？我没看到他，躲在柜子里。躲在柜子里，为什么我找不到？这边有柜子吗？看不到他的气场，为什么？狠狠的把你挂上去。OK， 是我吃茶叶蛋的时候了。